哥哥可以吗？会顶滑吗？可以可以，下一个。大家好，我是越南强尼，一个月一次为期四天的 VIP Barbershop 辣妹洗头马拉松又来到啦。那这个呢一样是辣妹洗头计分版哦。大家还记得上一个月的胜出者是阿金姐姐吗？那强尼呢就想到了一个 idea 哦，就是说每一个月呢都有一个小姐姐胜出，然后呢再加上最佳人气奖的一个小姐姐呢，这样子我们一共就有四位了。也就是说第四个月的时候呢，我们再让这四位小姐姐 PK来看谁到底最高分哦，这样子我们就产生了季冠军，然后每一个季度的季冠军呢，我们一样再让他们 PK 一次，这样子就有年度冠军了。这样子应该是蛮有趣的吧？强尼自己本身也蛮期待的哦，只不过真的要洗到脱皮耶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二月的选拔赛马上开始 ，Let's go！ 又来到了这个熟悉的环境 ，Hello， 好，那大家来看一下 menu 哦，大家看清楚哈，那这个呢就是他们的项目跟价格。那我特别提一点的就是说 VIP。VIP 包房呢是3到5，然后大家不要误会哦。哎，是 Jenny 小姐姐，大家记得那个白雪公主吗？你好。哦，这位小姐姐呢，大家应该印象深刻吧？让我非常印象深刻哦。因为常常有粉丝说，我去的时候明明不是穿那个衣服啊。对啦，他跟我拍的时候好像会穿的比较辣一点，那我就跟老板说真实呈现一下嘛。所以呢，今天呢是他们现在最新的制服哦。半年后再遇见他，他的技术感觉更成熟哦。这个刮胡子感觉有哦，厉害厉害。这是有史以来按的最深入的，它真的是到那个背那个龙骨那边的，哇，好厉害！哎，它真的技术有进步哎，小妹妹长大了。
很深入，真的，哇，很厉害，哇，他到那个腰了。Larry 哥，哦，他猜得很棒嘞，我已经快要睡着了。好了，那我要帮一些旧粉丝呢 review 一下，然后帮新粉丝呢也问一下哦。Andelaji。Jenny， 哦 ，Blackpink 的 Jenny， 包妞怼，还会怼，20岁，你看年轻，颜值在线，哇，不得了，指日可待啊，技术也很好。那再来就是大家最想要知道的啦 ，M Jenny， M Singer Mai， 8月16号，狮子座。很认真在拉筋哦，拉伸。他对于四肢按摩真的不错。
哥哥可以吧？会顶滑吧？可以可以，下一个。声拉得不错，不会。刚踩背啊，那个东西啊，就是有人会受伤，所以呢，你们自己评估要不要做。然后我记得他好像46公斤吧，你们自己帮我翻前面的影片啊。这个厉害哦，这个让你痒，然后又止痒。哇，结束了！哎，他头皮抓得很舒服哎。
上我们二月的第一天马拉松赛事已经结束了，我已经先请 Jenny 小姐姐走开了，因为我们要来打分数。 Jenny 小姐姐美貌不用多说了吧，我觉得可以给到 4.5 分。白雪公主我的话呢，她非常着重于拉筋跟四肢的延展哦，而且相较以前也有比较进步，所以呢我认为也是可以到4.5分。洗头的话呢，我觉得就中规中矩啦，所以呢我给她4分。感觉的话呢，我认为也是中规中矩哦，但是后面呢有特别强调就是嘘寒问暖啊，哥哥啊这样子哦，那我觉得就是4分吧。那这就是今天在 VIP Barber Shop 的体验哦，那大家期待一下后面1个小时的第二 part。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。